before 就开始，你再放点麻 ，make sure， 系 manage 我地方先 ，OK？ 唔好就咁样放低就做咗 next task， 我真系唔惊做啱嘢，你明唔明啊？你上车如果唔点埋电话，如果你习惯咗，如果你有个 habit 就话，妈咪你攞电话先，跟住做其他嘢嘅，你习惯咗你就全部唔会唔用电话啦，系咪？你就冇呢个 habit 啦嘛，知唔知啊？要习惯。上车就唔执，你有冇习惯咧？你喺度呢个麻烦啊嘛。第三期，啲樹，咁而家都行上，浪費原地。
咁啊，一陣間。